谢谢我们家山里樵夫的大气支持，直播间还差办卡的循环任务，大家尽量用办卡的方式，这是小妹你加粉团。好，既然大家喜欢走顺炮啊，今天我还想着走走屏风马啊，结果走屏风马之后大家有意见了，必须走顺炮，那就走顺炮啊，顺炮局。是的，夜酒扛不住笑笑的刀啊，夜酒扛不住笑笑的刀。这个花满四五六，许大哥管理直播间。谢谢山里樵夫的六六六。好，经典的顺炮骑马小偏招，对方刚才不敢吃马，吃马炮打中兵反抽车。那么对方不是下一步可以吃马，这时候炮打中兵不带抽车，我方选择平炮。哎，炮给马生根，平炮打车，牛兵牛马牛敌象。对方瑟瑟发抖，先飞了象，先飞象，我先把车走开，将来进车给马生根，将来摆炮打对方的车，或者进炮再打车。哎，进车摆炮打死车啊，朋友们，对方这步拱兵把自己要拱死啊！这个棋不是说错了，口误，进炮啊！进炮打车，对方以为他可以打过来将军，这个时候我一平炮打对方这个车报废啊！谢谢我们家山里樵夫打个的办卡。哎，对方以为打过来将军，其实我方摆炮。哎，大家注意到啊，横着打竖着打必打车，对面报废了。横着打竖着打必打车，对方退炮来不及了。趁着有直播间有大哥在啊，我们家静观小哥的名言又来了，寡妇生孩子靠大伙了，大伙重策重力帮笑笑递个心儿。哎，心态爆炸，对方要金炮重炮，哎，来个帅五进一。谢谢我家兵哥的九九吉祥大分卡，感谢我家兵哥的温暖支持。好惨呐、啊、对面啊，这期呀、啊、哎，好惨呐、啊、好惨的夜酒吧，被打死去了。对方咋不去砍马呀？要不然不更惨吗？哎，好惨的棋呀！好爆炸呀！必须得砍马呀，要不然不丢了吗？在白丢一个车和车砍马之间，你咋不车砍马？吃，吃。好了，车没了，报废了。恭喜笑笑喜骑新车！哎呦天哪，太棒了！车还想出来，报废。小青蛙呱呱呱呱呱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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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期直接报废得了啊！小渣渣，这期走的小渣渣，这小渣渣走的棋。一首将军，谢谢我家用户七七幺大哥又一组九九吉祥大半卡，再来一首推炮啊！这个棋你怎么办？你打过来这四面刺花全线丢子啊！对方不打我反打过去进车铁门栓啊！说一下在哪直播？笑在斗鱼做直播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下载啊！斗争斗的斗啊，养鱼的鱼啊，斗鱼。
斗鱼9969房间号啊，搜索斗鱼下载，在首页搜索9969啊，九妹笑直播间，喜欢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看起哟啊，啪地打啊，对方上马，嗯、啊，剑具将是，对方退士。嗯，这炮还不能走，太惨烈了，这盘棋走了。好，这个棋我们拱个兵啊，对方要是拱掉退居赤马，不拱的话拱着对方的炮，炮走开吃这个马啊。这个棋拱三卒走得非常精彩，这个棋真的是走得非常精彩啊，精彩的棋一浪推一浪啊，一浪更比一浪高。笑渣渣报废了，直播间差12个小哥点，一目千人头啊，给笑笑过个任务，差12个人头、嗯、太惨烈了。谢谢我们家随风而动大哥的饭卡，退炮摆炮吗？这棋根本没有啊，他要摆我这个棋往这边摆局，往这边摆局都行，选择往这边摆啊，不对不对啊，这个棋摆局吃兵的话，对方打我吃马也行，往这边摆对方打我进车，进车双车抢势吃炮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棋那对方要是不打我的话，进车吃马双车抢势，他得打我，打完之后进车吃马再双车抢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棋非常精彩啊，这个棋走的非常精彩，怒打死车的棋啊。嗯，简单说一下，这个棋源自我们的顺炮弃马小偏招，这个顺炮弃马小偏招是我自己起的名字。顺炮直车对横车，公园老大爷车二进六小，吃我的兵，瞄我的马，我怎么走？小兵一拱，对方一吃，小马一上，这叫顺炮弃马小偏招。对方如果吃，啪一打奶油将军，对方一蹬，我方一吃，得车了，这个棋车没了。所以呢，对方在这儿不敢吃，不敢吃，选择不吃。这个时候我方暗炮不能给马生根，选择退炮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方摆车进车。哎，对方这个拱兵走得太配合了，这一拱兵之后我方这个棋选的进炮，首先如果对方这边进炮，我下一步摆炮的时候，对方如果往这边走，下一步上马这棋还能走一走啊，这棋还能走一走是吧啊，但是呢也不太好走，这个炮被狙击了。那么如果对方选择打过来，那好了，横着打竖着打啊，这个这叫什么呢，横着打竖着打焦点打啊，我给他起个名字焦打啊，焦打，这个棋必打，对方可以打兵，然后我这棋打完之后对方这么走相对来说好走一点，那么要不就得吃我的马啊，吃我的马丢个子儿，这个棋是吧嗯、啊，那对方选进炮走了一步上将的棋，这棋走的挺气人的，是啊，走的挺气人的。欢迎我们家于桥大哥又回来了，欢迎我家专家叔叔闪电登场啊，走到这儿之后整体就崩溃了，我们再看残局啊，是将军，哎、啊，这步拱兵太帅了，对方一拱我方退居啊，吃死马呀，这个棋将军、啊，对方打过来我方进车吃马啊，对方不敢走炮，只能补士，再丢一个全面爆炸。谢谢我们家用户456大哥的五福临门大饭卡。